欢迎大家来到民国，我是民国淑女陈小乖。今天呢，我参加一个活动，就是用方言唱一首歌曲。我今天要唱的歌曲是萌萌的乖乖的，当然我今天要唱的方言是安徽淮北方言秀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喜欢的话记得给我点赞，然后转发，发出你们的弹幕来评论我哦，谢谢。你敢惹我，我就画个圈圈咒你。你敢惹我，我叫我家狗狗咬你。你敢惹我，我就不爱不爱搭理你。你敢惹我，我就呵呵呵呵恨你。你能把我怎样，我还没有想想。你能把我怎样，念你又会怎样。你能把我怎样，不会像你一样。你能把我怎样，你能把我怎样。嘿，好久不见了，这坏脾气又长不少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就喜欢念你，有种你生气。你没有很在意，不知你是不是生气。麻烦你下次注意对我说话的语气。萌萌的，乖乖的，陌生人他不搭理你。你说的我不在意，因为我会萌萌的，萌萌的，乖乖的。你生气我会哄你，没关系，我愿意，我会大声告诉你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送一下你们的礼物，谢谢。